来看花莲职业沙石场进行乌白吞废弃物，负责人因爸仔囝号检方依照废青法来起诉。时代力量的立委陈昭华今仔日阁召开记者会，要求相关单位就要来调查和彻底追查非法的所得。这样子的起诉，我们真的是觉得很遗憾呐，哈，就是没有完整调查，而且地下的这个有事业废弃物可能的这些情形都没有调查清楚。会同到现场去开挖采样，那这个采样结果也都送给地检署这边来做侦办的参考啊。如果说后续还有一些非法的环保犯罪刑事证的话，我们这边会持续来办理。环境部强调，有新的犯罪事件，拢会交予检方来侦办。陈昭华嘛要求花莲县政府，就算讲这因是目前花莲唯一的合法蹲土场，嘛袂当放任因非法的行为，应该撤销蹲土场的许可。